哎呦呦呦！太大声了，靠腰！哎呀！哎，舒舒安安。赏雨安安。小池安安，雪莉安安，金元安安，哦，们小刷一下，待会换。幻魔物猎人做装备做到眼睛没了、啊、哇，我已经整整又刷了两个月，一个月了，哎，两个月，哎，怎么就是没有啊？溏心蛋安安，早安早安。刷到28，再刷两哎三分钟，又换游戏，妈妈妈。好了哦，反正是不想开的，可是不开，又一直在刷这个，然后想去楼下休息啊，楼下又有小孩子，想算了算了。乐死我算了，刚纠结好久，
他就是不出来。先改分类好了，他不出来。七十场，哎，你是用手机看还是用电脑看？分类改好了。啊，其实我也觉得就停留在裂空座这边也好，对不对？都有，现在是手机。因为那天在跟安妮聊，就是他回国之后有三天的直播，我完全没挂到半个忠诚点数这件事情。然后是说要把，因为这件事情只发生在 PC 上了，然后说是把一些那个网页内建的设定要关掉，不然挂不到。哎，好，最后一只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换游戏，换游戏。红色的，你们这些应该就是当时从 YT 一起过来，然后一起变红色的吧？对吧？对吧？你们那时候是刚好一起过来的。因为后面想改这些图案，我想改掉了，所以等我的肩膀好一点啊，开始游戏。
太大张了吧？配合荧幕大小。哎，个维尼送的，太扯了。没装备啦，材料不够啦。好好哦，妈的，明明就是你先有的，那边好好。我本来想说哦，下次一定应该又是要等个两三天吧。哦。哎，看一下这是啥。更换道具哦，散弹决定，你说你人好好。人超好的啊！哎，拜托，我的家可是早期我也是教画画教到大的，只是他当时，散弹散，他当时其实怎么讲，太忠于自己的画风，我也没有教太多。我那时候就跟他说。你好好看一下，你将来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啊！等一下哦，复制集会嘛，无法订阅此选项，请稍后再试一次。我不能置顶讯息耶，这我的台耶，这我的台耶。手动取消，好，有没有要陪我打？想要猎人陪我打黑龙，材料花光啦。好累哦，不打哦，不打算了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打。我开地图。歪爬胎爬。青蛙安安，工厂蛋，我是不是应该改掉啊？老大，那学望月叫哦，不要乱叫啦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叫我老大、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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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法跟这波黑龙，又没差，又没有差，作为摇杆图，好，试试看。
嗯，开比较好、欸。小易安安，要不要来当？要不要陪我打黑龙？昨天做鸡巴武器，发现我黑龙素材没了。你打3个半小时都没过，你有没有试过自己单挑黄黑龙啊？徐安安，你知道要单挑过黄黑龙好吗？不然那天真的太你，让你过太爽了。等我一下，我拿个总成好啊。我觉得黑龙比黄黑龙简单一点，毕竟黄黑龙是机制怪啊。我可以打到冠三哦。啊，我就是还没有做贯通的吧？因为我是做啥？有，我好像有做贯通啊，不对。我就是要做贯通，发现不够，就说吧，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对啊，我有做，这是轻弩贯通嘛。然后昨天是做了这个水质装，啊、哎，来去看敌子，返回据点。昨天看你们在说，昨天我们没有讲话啊，昨天我没开台啊。水质是什么啊？水质就是另外一个重弩流派啊。等一下哦，可以早点说吗？离开了才说。DC 啊，嗯。啊哦，你说我做装备哦，寒气重弩吗？可是后面寒气是贝塔装吗？我看现在网络上都是伽马装哎。哎、欸，进不来要讲哎、欸，进不去，我等你回家好不好？干你们不在家的，讲他小，那个小薇。啊！你看哦，啊，一下903啊，03，好不好？现在哦，注意哦，小薇，第二次攻击，好，啊，986，对，这样子玩的，就只要这样子玩就好的有。要这样子玩就好的武器，对啊，娱乐玩法，反正就是兼软化兼输出的玩法。你那么辛苦，你们一下就900多，哎、欸，你要想一下、欸，哎，我们这900多也是后面起来的，一开始也不可能900多啊。总叫你辛苦，我们也很辛苦吧？说啥？看，舒服吧？这就蛮好玩的啦，而且其实也很难死。分辨装备，不然你可以做这个啊。我当时第一次玩的就是玩大剑，也不是第一次玩啊，喜欢上大剑就是这一把武器啊。你上次有看到别人破1000欸，那个要吃药、吃猫饭，再加上那个笛子啊，或是一些挑战者就有办法。
鱼鳍武器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对吧、啊？因为现在没有魔物生气才有挑战者啊。那这个就是拔刀大剑，我觉得哎，这才比较好玩。蓄力大剑好难玩，分辨装备。可是你现在，你看你不是说你只想玩太刀，那你就玩不了这个啦，你就加油吧。不能被我诱惑要当太刀侠。对，记好你这句话，到时候就不要，有没有？到时候就不要说，哎，远程好香，寒气片手，我换掉了哎、欸，我把寒气片手好像删掉了吧。斩斧那个蹦蹦蹦蹦伤害没有很高欸，怎么会没有很高哦？哦，拜托哦，来，我来 PK， 我们斩斧可是不用脑袋玩游戏的欸，你要想一下欸，你的兜割下来，你是要戳到魔物，从上往下跳才兜割得到欸。啊，我们是贴在魔物身上、屁股上、腿上、尾巴上面就可以剁了欸。你看，你说你打三天魔物打不过，对不对？我打三小时黑龙我就打过了欸，对不对？你也是三小时打黑龙吗？我是说单挑死黑龙欸，不是那个新手教学欸。更换装备，而且你要知道，你太刀打多人的缺点就是魔物会锁队友啊，你要剑切切不到就很痛苦。啊，你要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我那时候有时候玩啥，之前玩太刀，或是那个 GP 斩斧，崛起的斩斧，我都跑到远程旁边去、啊。然后那时候安妮就说：“你为什么要靠我？那我近啊。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阿魔物每次锁你们呐、啊，啊，我靠近你们就可以锁得到啊。”好，小胖，嗯，小薇，拜拜。我目前单挑黑龙，目前时速才三小时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先过黑龙了、欸，才去单挑的、欸，是不是没队友进来？那我进，我那我玩这干嘛？成员清单没人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有人进不来？更换装备。啊，不是啦，更换装备。哎，看一下哦、喔，笛子啊。
啊，看一下哦。我推又没开，这个就有一点尴尬啦，风压无效。风压无效，唉，耐力消耗最大，耐力消耗减少，锐利度。风压完全无效。完了，是不是没人？没人进得来，是吗？哎、欸，稍早说要进来陪我玩的嘞。等下你们先，你们有玩的，可以让我知道你们进得来吗？风压完全无效。我看哦，哦哟，哎，进得来，那就好了。等一下哦，风压无效。你不在台湾，怎么那么可怜、很辛苦？不是可怜，哎、欸，火锁打黑龙打不打？风压防御，哎，攻击防御，火鼠打不打？一句话，一个字，要不要打？一个字，为难人家哎，播主播，打、哦，还缺一个哎。哎，鲶鱼早安。起床了吗？哎、欸，绵雨，我找到方法可以挂到点数了。我之前挂台不是都跟你讲说要 F5 吗？就赌那个机会挂台的那个点数。我现在找到方法了。刚起床，早安，早安。绵玉，来看这只猫，不不不，哎，我的猪嘞？猪猪，你在哪？哎，等一下，没有，我不是说你是猪啦，你等我一下哦，找那只猪。猪猪，你在哪？猪猪，啊，在这，在这。绵玉，你看这只猪。有没有可爱？狗 狗啊，露诺，露诺，你还在吗？露诺，露诺，国王的心意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也是捡到的嘛。然后再来是这个见习员，这个是那个啥，就票券的，
就是有活动有的话，你就会拿到这个了。啊，这个贝西摩斯。岩贼龙啊，可爱。你看你的什么小花仙啊，这是你进冰原后可以拿到的。你看它的鼻子，奶奶馒头已经吃到灰了啊，不会再有了啊。你现在是剩那个来海胆。啊，这个是我现在带的啦。哎，可爱的包子头，尖端未来。啊，这个是冰原后现在这个活动的。啊，这上面是烧鸟，你看可爱的烧鸟，可以做成猪排吗？不行，不要那么恐怖。他，鲶鱼，你看哦，他，你只吃一次，哦。没有吧，吃两次吧。鲶鱼，你看哦，这只小猪带到这边厨房，这边是厨房。啊，放下。哎，集会所才有哦，这边不会有是不是？啊，就是。另外一张地图的话，你把它放到餐厅这边，它会生气吓到跑掉。男人早上好，女人早上好，早安早安。我先接一下好了。ごきげんよう。ごきげんよう。参加，承接。哪个任务活动？哎，是活动里面的黑龙吗？那个嘛。你今天真活泼，48，最可爱的那个哎、欸。喂喂，瑰丽雪霜，瑰丽雪霜是啥？看一下，那个火焰抗性防御的，完了这个好了。福建安安你好。哎、欸，没有哦，你在这边是初见哦，你在鲶鱼那边不是哦。早安，早安。欧弟，早安。够了，鲶鱼，你看你的羊角啊啊啊啊啊啊！我换个羊角给你看。外观设定，哎、欸，嗯，
看羊角。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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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局黑龙表示敬意，这是你哦、喔。哎、欸、他的 ID 好有诚意哦、喔、，Sakura 滴滴耶，哇！哦，你还没进来哦、喔，赶快进来陪我打。啊、我是打得过啦，只是觉得一个人打好无聊、喔。魔物猎人就是要人多打，一个人打很无聊、欸。米奈安安，大不了就是叫布布去偷东偷素材而已啊。结果这个萨库拉滴滴是谁？谁是萨库拉滴滴？我还没吃哎、欸，吃饭。哎、欸，首次用手把当捕尸哦，那个各位小心一点啊！我尽量不死，好不好？不死不运，好看。来，五醉醉，让你看一下你之后毕业的东西。兄弟，你烂哦！不，兄弟，不准倒！兄弟，别死！我没看啊，我在等你。哎、欸，白痴！为什么是三个攻击力 up 啊？这有问题啊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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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狩猎敌可以单挑魔物吗？哇！啊，我就狩猎敌起家的啊！我用狩猎敌打了三天的魔物猎人哎、欸，那时候还在新手的时候。等一下，三个太刀侠上吧！你不知道啊，每把武器都可以单挑啊。我跟你讲哦，笛子不是只有辅助的，也有输出的。每把武器都可以辅助，都可以输出，就看怎么出。啊，只是笛子当然是它有它的辅助优势嘛。
人够了，你要继续躺了。是哦，刚刚叫你进来一直不进来，我的天。什么武器？为什么攻？你们这样破得到头壳吗？我是蛮好奇的。不会用，不会用，太全太。哇，还是等一下我就不当补了，感觉大家都吃命药吃粉就够了，我不用了是不是？感觉是欸，我快喝完了。你有满足感吗？有，
当然有啊，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发动几率这么低，我极易了啊，我换皮了，没换皮啦，这个是那个啊，维尼送的。看来我很饿，对，我还不满足。哎、欸、屁咧。哎、欸、别。兄弟。白痴哦、喔、我要收武器飞扑的啦，哎呀。要不要安安。更变装备。兄弟，你怎么也倒啦？兄弟，你们差不多两个月就可以带姐，不用两个月啊，其实一天就可以了啊。你是不是还没配黑龙的底？对啊，有啦，我这一套就是黑龙中黑龙底啊。是黑龙笛啦，黑龙装备了啊，还是说黑龙装黑龙笛子吗？你不用跟姐姐玩了，没有她还是会开同乐啊，干嘛讲成这样子？可以不用说成这样子吗？很尴尬欸。可以不要有那种情勒的发言吗？兄弟，我觉得算了，不当补了。你再说一次，没听到。我说不要有这种情勒发言。好吧，不会跟姐姐玩到啊。好吧，不会什么什么之类的。我觉得没必要讲成这样啦。你这样子，我是要怎么跟你们解释啊？你看人家玩什么，也都是他的自由啊。而且他也是说会开观众场啊。屁嘞！屁嘞！我已经没在姐姐那边说，那就跑到我这边讲是不是？啊！所以来我这边讲吗？没啦，就是那个的名次龙吧，名次龙就会开那个啦。靠，太远了吧！哦，有人穿血量帽的偷跑，有人先偷跑了，好扯。完了，我估计要死了。哇，没死欸！啊，奖励你们啊，很棒很棒很棒！没人死亡，没人死亡，很棒很棒很棒。
竟然没死，火鼠最后，哇哦！请问拘束弹在哪？我真的忘记了。可以射一发吗？可以射射他吗？晚点再去看一下拘束弹在哪。问你哦，你那边有没有阿茄撞墙失败的画面？什么叫撞墙失败啊？他撞什么墙？魔物撞墙，他很少撞墙啊，而且他老实讲要太刀撞墙真的有点，要怎么讲，你看好时机剑切了都有流口水，流口水不动当然是直接剑那个啊兜割下去嘛，对吧？是我的话其实也很难忍住说那个要兜割还是先勾上去撞墙，我是后面才改成啊，习惯就是撞墙优先嘛。哇，火属性二太猛了吧！火属性大太猛了吧！红刃好想兜哥，没错，就像李欣要忍住 Q2 一样。没有啊，要。哎呀！欸，说实在要忍住，就是气刃大回旋那时候要忍住不，要忍住不，不兜哥很痛苦欸。最后一下明明知道他下一秒了，就想贪那一秒钟，哎，懂吗？懂吧？大家都是懂的人吧？懂的都懂吧？你想剪阿茄长大的画面？火鼠啊，这样有眼壳了吧？而且他撞墙失败的画面哦，哎，没眼壳，哎，火鼠。好了，那个。我拿斩击斧，我拿斩斧，我拿斩斧，没破到两次，刚不是破位破坏第二次了吗？更变装备，兄弟，黑龙破眼睛，啊，就这一把了，更换道具，没事没事。每次的失败，就失败了。对啊，前天不是说很高兴撞墙成功？他说，啊，他自己说长大了有没有？啊，阿茄也长大了，这样子。放一些失败画面，可能真的要找欸。我觉得他那时候最好笑的只有那个了吧，那个啥，崛起那时候他不是拿一个吗？傀儡蜘蛛，然后一直勾，一直不勾，好不生命保险了，各位好自为之，好自为之。
你家养了新的黑龙、欸、你是说你的猫吗？你可以搭姚一曼的头、欸、搭姚一曼的头，然后黑龙的身体还蛮可爱的。不打主线还可以打什么？很多啊，你有跟我分享。嗯，啊，我现在看不到。很多啊，你就是把你把那个活动任务嘛，或是一些任务里面，应该说你的任务里面，只要前面任务有那个对话泡泡的，统统解开，那些都是食材跟一些道具。你看露诺，这是你最后最后该有的样子，有没有？可以种四样东西，然后格子五十格，这才是你的完全体。再不行，我就拿鼠剑打。再不行，我就鼠剑打。剑打出奇蛋。我拿的是虫棍，我刚刚转听到三个太刀，对不起，我刚刚看到有虫太刀飞出来。怎么会看动画？有新人进来是不是？你好，你好。抱歉呐、啊。万物皆可带刀。还是打头，我知道啊，我尽量打嘛。好了，各位，我准备好了。形態のブレスの威力を弱めるには頭部の破壊が有効です。バイオンやマリスタを利用して。白痴，繁星在干什么？繁星，你有在 DC 吗？他没有，他不是兔宅子，他不是兔窝的、啊。谢大哥，
两下啊，第三下。屁啦，屁啦。没脾气喽。了吧，想要翔虫，我怀念翔虫，这是没救了，这是没救了，这是没救了。火鼠，火鼠，你怎么又猫了？火鼠，兄弟。
不是你再不关的话，死的就是四个了。哎呀！頭部を完全破壊。ブレス威力の大低減が期待できます。兄弟去哪？兄弟，強力なブレスです。黒竜の足元へ退避を。早安，分念能。你好，不念能。不念能，早安。哎哎哎哎！马奎尔不要，马奎尔。有发现我没有把调和放在这边呢、欸。我不知道嘎啦，我可以单杀一次黑龙吗？就说单杀很无聊啊，所以我才不想要单杀。更换装备，哇，外面好热闹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！激流梭使用可能です。我感受到队友需要我了。我奇怪，我记得明明有四条和生命大粉尘在快捷键上啊，怎么会没有？怪了。太远会喷火不是吗？可恶！兄弟，我来了，兄弟！
白痴，我还想降从受神爱啊！快捷键装的没装到，对你还有空打字啊？那水不能灭火吗？可以啊，要你至少滚一圈啊，兄弟。等下出去调一下啊！我知道为什么不行啊，因为这是另外一个。哎，我等下改一下。又黑又长，还是你说那个水弹应该可以帮队友灭火？你看，我的箱子空了，零，哎，箱子空了。我带那个风压无效的好了，不然，对对对，我先设定一下快捷键哦。影片载好了，老大那个彩色瀑布贴图能借我用？你用啊，你用啊。更换装备，你用你用。道具袋。更变排序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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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哦哦，登录清单，哎，我问一下哦，我这个直接改成调和是不是就好了、啊？还是不一样？就是不是直接调和就可以直接撒吗？如果这个改成调和的话，我身上有粉尘会直接撒吗？我记得当时我是直接用那个嘛，我是之前鼠键嘛，是在快捷键上面直接不用滚轮滚到粉尘，啊，吃完之后才直接改这个的。还是会帮我，好啊，好喂，感谢。欸，我眼睛太大吗？哦，它会自动撒粉哦，就是调和的时候，它会直接撒。不死虫。哦不，哦不。哇，这个我没有材料了，我没材料了。你们等我一下哎。
哦，难怪啊，我知道原因了，北七更换道具。哦，这个啦，这个才是啦。然后不死虫青菇，还有啥？不死虫洛阳花的草，不死虫洛阳草的花，然后，等我一下。等我一下哦，这个谁出去了？更换道具，登录四，好了，我好了，你们接了吗？等我这么客气的、喔，不用绑调和快捷键，粉尘用完再按会自动调和。哈，真的吗？啊，可是哦，我刚刚是没有材料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好，谢谢，我再试一次。登录捷径。哦，现在这么智能了吗？我怎么记得以前不是这样啊？所以我就是身上有材料会自动调。啊，怎么以前我最近有点曼德拉效应哎、欸？就是我怎么记得以前不是这样？更换道具。登录四。更换装备，等一下，古迪珠是哦，技能再给我啊，这黎明人这个四级珠好，打黑龙采啥素材？这样少一格可以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原来你奶迪不吃鱼鳞吗？什么意思？鱼鳞也是回血用的哦，不是哎、欸，我身上好满哎、欸，哎那我要取舍什么？这个改掉鱼鳞。我预定几个啊？嗯，这个吗？磨刀啊，这个吗？为什么要吃鱼鳞那么贵的东西？这个
这个要一直钓鱼欸，我这个也是拼命钓鱼钓来的呢。我这也是拼命钓鱼钓来的欸。密钥不能群的，而且吃很快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好好好好好，更换装备，更换道具，真拿你们没办法欸。少量大量五个，那什么脸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的生命又不干我的事。哦看一下哦，你知道这个客家人光是要补你们我就很心痛了，你们还奢望我补你们。好，来你怎么还有199？我不知道欸。领取。你放弃获得此道具吗？好，你给我什么？不用啦不用啦，我有啦。是。等一下，你给我这么便宜的啊，叫我吃最贵的吗？没事啦，你们不要死就好。参加承接靠北，那为什么要当奶妈？不好意思，奶妈也是有分没有那么奶的好吗？至少跟他们玩的时候很少死吧，这样就够了吧。大的给不了哦，所以我还是吃大的就好了。看一下哦，不是哦，为什么要当奶妈？东西很满了哎、欸，那我该把什么取舍掉啊？哦，汉方药不用，又不会受伤。好，一般都吃小的。你知道你刚讲了一句让我觉得蛮学好笑，靠北，那为什么要当奶妈？不是，谁规定奶妈一定要奶很大、啊？也有小奶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子，跟。换道具，好了，对吧、啊？我只是不让他们死得那么惨而已。我喜欢大的还是小的？只要是对的大小，我都可以，好吗？啊！我不挑大小，我都行。反正我们不要吃伤害就没事了，对吧？对啊。你们要想，我身上会消耗的都是你们害的，没啦。你们会受伤，都是你们技术不好。贪心的男人我喜欢，没有贪心好吗？哎，这月色是啥东西啊？
欸，你这是攻击锤吗？还是什么锤？等一下，你要补吗？你要补的话，我换武器啊。你不补的话，你这是什么？输出锤？你要这一套是不是，兄弟？哦，看来只是进来吹一下的。好了，我应该是没问题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完蛋了，结果我还是拿不了这个。走走走。快捷键忘记调位置了。没有，我真的还在习惯手把、啊。你要想，我数剑玩了1700个小时，真的是要让我好好习惯一下这游戏怎么玩。哎呀，等一下我的大水嘞，怎么会在这个位置？真的手把插上去，冰原怎么玩来着？对啊，就是我当时数剑，其实侧剑根本没什么用到。到了冰原之后，我的侧剑全部被那个系统预设塞满哎，我就整个 what the fuck， 我就放弃玩远程了、啊。哦，不行，这快捷键位置，哎，我好气，我好烦。我等一下结束再来改。没有，这套怪怪的。我这套怪怪的，等一下，也不是怪怪的啦。哎，算了，我的锅。我这，哎，好不习惯。差点就，白痴哦，我翻新，白痴哦。巴尔是崛起那时候，强迫自己用手把在玩啊。什么烂位置啊！防護壁、移動式速射バリスタ、使用可能です。兵器を使って黒竜の弾を狙え。我会带活力剂啊，
而且你知道吗？我崛起跟崛起的按键跟 P， 我当时崛起的按键键位就很奇怪了。然后那时候安宁就说：“奇怪，你怎么这样玩得下去啊？”我说：“已经肌肉记忆了。”我崛起那时候玩了400多小时以上，好像600多小时。然后我的键位完全是跟反人类啦。哎，风压无效，救了大家。无聊的柚子安安，嗨刺刺安安，早安早安。完了，我其实那时候开台是想说，有没有人要帮我打？啊，现在让你们看到我这个菜鸡般的操作，我觉得很好笑。菜鸡啊，菜就多练练，多学学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知道那时候有一次不小心吹了风压无效之后啊，你就觉得哇，风压无效逃命好好用哦。哎，所以高减团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其实没有看那个哎，贝克拉的影片，我其实不知道那个高减团是什么。怎么又死啦？你们相信我，真的是这快捷键在搞我。就你理由最多。高减团本意是指你装备不够高，不给你减啊。哦，检定那种意思吗？高装检。哦，各位兄弟，我来了，兄弟。靠腰啊！现在变成比兔田装备还强，不给你进，不行哎、欸，要哎、欸，我们都觉得这个喷很好笑哎、欸，那个就是水龙头没有握住那个水管的头，然后就这样乱洒乱喷。
束されています。黒竜をひるませられれば。地板好烫，地板好烫。哎，有力，多么眼熟的 ID 啊！阿钱那是顶装吗？不是，他完全操作，他就是小维是给他那个贝塔装啊，他全部做到阿法，欸，阿法去了啊。哦，哎，谢谢，太好太好。然后就是他想说，就是做到确定的装备再来强化。我说其实没关系，你就先强化，反正到时候每个装备其实都要强化。想说你先以不要死为考量，他最后才是，哦，你要玩梗哦。屁啊，感谢夜夜的揪团，太太辛苦啦！你好，你好，主播你好，等我一下哦。赶快去吃啊，午餐，太太辛苦了。主播你好，欢迎来看。菜鸡猎人，你看我还没铸太刀哎，还是刮啊！啊，我好烂哦！不行，让我调一下按键。没有借口理由啊，是真的怪怪的啦。等一下，这个是这是干嘛的啊？活力剂。可提升回复力的药，怎么会用到它？生命粉尘？没有啊，啊怎么会放这个？还是我们去打个王兵，力战王兵咒龙啊，力战王。
老大，你重新弄黑龙是为了散弹吗？散弹我做了，我现在缺啥？贯通重。暗黑四又特价，顺便注册黑帝斯测试。哎，黑帝斯我一代没玩哎。千层麻薯提拉米苏，你带妹子来了，是你带来的哦。你怎么那么乱来？你为什么乱来？不是可以通用吗？我昨天就在兔窝问啊，他们说，你要散弹要做一把，然后贯通要做一把。他们是说、啊、你做几种装要做几把武器啊，所以不能这样子啊，对啊，所以还是要分开做啊。怎么乱来？不是哦，妹子揪去妹子的台不是更香吗？怎么会揪来一个？虽然很感谢啦，也没有说没有不喜欢啊，很谢谢啦，只是觉得害羞啦。克斯努江凯一下不就好了？对，我那时候有问啊，就是我有问说，如果我克制了吸血在这上面，但是我下一把武器不想要吸血的话，他会继承过去吗？啊，昨天他们是说不行啊。夜夜姐姐超香的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各位棒子们追起来！你们，我们去偷听，可以听着吧？偷听一下主播的声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感谢追随。等一下，我听不到他的声音。感谢尼奈有记得追随。怎么还闲了？下次不推了。没有闲啦，他不说我很快乐很开心。等一下嘛，让我听听嘛。哇，开十小时哦。好了，我追回去了。你不能再被我带偏了。不是，我讲一下哦，也不是我要带偏，是人家有追随我，我就追随回去嘛，对吧？啊，我就只是打个推荐回去而已啊。啊，怎么就说我在乱追了？繁星啊，有中文名字吗？繁星啊。就叫繁星啊！等一下哦，更变排序这个啦，气死了呢！啊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等一下哦，显示隐藏，鬼人舞是什么？可是提拉米苏，你家主播不见了哎、欸。等一下哦、喔，看一下哦、喔，这个放来这里。为什么我会带一抽蛋啊？奇怪、欸，怎么会有人把一抽蛋带在这边？夜夜姐姐去忙了，好，我下次再去感谢打招呼。谢谢你揪团。好啦，你下次再多带一点人过来好不好？感谢你了，感谢你了。更换道具，怎么会有人打黑龙带大便啊？
啊，会不会是进去要撞头？好像是这样欸。收入。怎么调？要调什么？背包顺序可以调哦。哦，我教你调啊。来，先离开箱子 ，ESC 道具袋，然后下面有没有变更排序？有，就这个。所以我刚刚打得很白痴，就是因为键位完全不对啊。所以我刚才说，哦，白痴哦，啊，怎么变这样子啦？懂了吗？不是理由，不是借口，是真的，真的就怪怪的。片手大剑都用大便投石，对，但是我这一套叫捕食装啊，更换道具。那请问为什么我会身上带这个啊？活力剂啊，算了，带一定有带他的考量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再要打什么？还要打吗？还要打吗？还要打吗？因为崛起是你是按照那个啊，你的包包顺序嘛。哎、欸，你们其他人有要打什么？自己开啊。王兵派对，打这要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其实不知道打这还要干嘛哎、欸。请问打这个找罪受吗？要这么自虐的吗？你要打主播，再打下去主播就要不见了，你还打主播？主播快被打死了，你还要打主播？登录。所以每次我只要一改到包包的一些快捷键，我就是这全部捕食装备的快捷键我都要大改，因为按键问题。感谢 ICN582797 的追随，竟然没有参券，哎呀，我终于不会像白痴一样找不到东西了，对吧？喝东西就找醉酒了。减一减一，还有谁来玩？这个我其实有教姐姐跟番茄，但他们应该都忘记了。哎，没办法，名次龙没了，不然就开名次龙来玩了啊！再弄一场，我们就换打别的吧。有没有人想打什么的？哎，有没有人想打巨魔？好了，我想继续练个等级。话说，你还要跟你子女见面吗？他们在楼下。依然是我下去看看他们，他们就乖乖闭嘴。金羊可以啊，哎、欸，金羊我想试试看，其他武器玩玩看。你想打黑龙啊？你要不要来？练什么？你要练什么？没有，单纯只是想要登级。哎、欸，提拉米苏，你要打黑龙哦，你进来啊。不要，懒得开电脑。哎、啊，你在哭哦、啊？对不起，要对你要温柔啊。好吧，那下次有机会再陪你玩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提拉米苏，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玩。啊！对不起，公大。
屁啦，在吹什么东西啊？那这样好了。你在哭了好不好？为什么啊？欸，我超怕女生哭欸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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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哦，你真的很勇欸，怎么我他喵的？最近打打打，估计打个800只巨魔就升一等。我那个朋友他就是现在巨魔5-7呀，欸，4-7，我就觉得他很强，哎。当时也忘记为什么后面就没有玩了。完了，真的会讲到香虫瘦身欸。我应该也可以7775了欸，只是我没有去解开那个而已。为什么都觉得我是女生？我不知道欸，感觉提拉米苏就是女生会取的名字啊。不是啊，这就关于我曾经我还没开始开麦做实况之前的事情了。大家都以为我是女生啊，你知道吗？当时鱼干菜渣。都以为我是女生欸。你别，你别，你别。我不是本来就是了吗？哦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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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乱讲话。是不太够啊，还是我回去？啊，看哭啊，靠腰。
还是我就不要吹风压无效了。不好。欸，我回去换吗？好，我回去换。我的生命交给你了，赶快回家换。防護壁、移動式速射バリスタ、使用可能です。兵器を使って黒竜の弾を。怎么有人回来的声音？我怎么听到有人回来的声音？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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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我！我要对他上下其手。可能那段风光时刻都过了吧。现在演算法真的是很痛苦欸。哇哦！别别别，哥哥哥哥啊，哥哥，哥哥和平，哥哥和平。哦！抱歉抱歉，我下来，我下来怎么下来？哎，谢谢谢谢谢哥，谢谢哥们，谢谢哥们，兄弟！是哦，刚刚在上面，我想下来，我很努力，我很努力，每颗键都按过一次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是不是死掉了？分辨装备，
讲说想打黑龙的大佬，不是哦，真的很久没打哦。以前是可以带人家打的，现在要被人家带着打。你知道这个落差吗？话说最近你子女跟侄子有比较成熟吗？没有，感受到他们更配了，更加的配囝了。啊，姐姐依然跟弟弟抢游戏，抢玩具玩。然后弟弟动不动就乱叫乱哭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怎么这场就死了那么多？哎，不是，我想说你这吐的很大力，超大力的啊！刚刚人生跑马灯真的闪过去了，哎，这个是完全毫无悬念的躺下去，哎。你就这样跟你子女说，没跟九九打赢黑龙不准吃饭，理我？他们能不吃饭当然开心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啦，谁要打巨魔？哎，打巨魔，不打了，不打黑龙了，太难过了。你先休息，好啊。打巨魔。啊，没有要刷巨魔等级啊，就打等级而已。没看过土那么大力的，有啦，蛮常看到土那么大力的啦。我之前私下，那时候没有开台玩，都私下玩的时候，哇，喷的很大力的喽。那法头没有。头爆不了。お待ちしてました。那我们随便打哦。破一个没办法压，不要破两个才会压到最大吗？可是也太痛了吧。我们刚刚都破得很轻，我知道啊。是刚刚有两个笛子，一个在混，一个在打，一个在努力打。在混的是谁就不说了啦。好不好？多说都是痛。没破蓝火。破一亮火，破二普通火，对啊，我知道啊，可是那一下真的好痛哦，哎，那一下吃不起来，哎，更换装备，有没有啊？莱农的，随便打。我只有觉得拿远程武器比较快乐，用手把之后啦，拿远程武器比较快乐，跟用快捷键比较舒服。你看嘛，就像你们拿鼠键的，不，你们用手把的，
像你们开始用鼠剑玩一样啊。开步区很冷，不是进来都要开步区吗？怎么有不开步区的道理嘞？这武器的子弹是你的血吗？不是，是这个装备。如果你打空的话，血量扣得超快。金票好像没有，我就跟你讲了，我那天从零塞到一个蒸汽整个爆掉，就是没有啊，没差啦，随便弄。你们要打什么？哎、欸，哦，要先这样。50分钟后我就直接懒得理他啦，而且50分钟看那个耐力条。干什么？又出魔物。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哎，玩这只好了。珊瑚。繁星全七吗？没有，应该有一个五了啦，只是不知道欸。我过几天应该要来重新弄我的巨魔等级，就是，怎么说？我怎么带双刀？啊，算了，我以为我是拿大剑。小薇，你知道全七多辛苦吗？我是不是只能降等？我要的森林七，我森林七，我要的材料五才会出，你是不是要降等？啊，你要打哪只？等一下，我没有吃饭啊！哎，各位没事，还好发现的早啊，没人受伤，没人受伤。战龙的尾巴。战龙是谁？斩龙吧。哇，好狠哦！
啊，不会，不会玩了，不会玩，突然不会玩了。真是很白痴的，我会习惯按正方形攻击。我刚刚不是说我的崛起怪怪的吗？因为我的崛起攻击是正方形，然后这边的攻击是三角形跟圈。不用理我，我活得很好，烂命而已。欸，不行欸，还是我近战改回手吧，不然真的好像白痴哦。蹲下可以解，我知道啊，你没看到我蹲下吗？哦，对不起，你再回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对啊，你不知道蹲下可以解。哎，那问个问题，双刀到底要怎么当兵长啊？不是斜坡滑的时候按一下。新攻击吗？哎，有了，白痴哦！啊，怎么刚刚是失败？不知道他没教过你？有啦，你遇到残爪龙的时候，或是你第一次猎伤的时候，会教你。要很正确的贴在龙身上。嗯。其实我本来刚刚是想问说有没有留斩龙的，因为克制彗星不是都要斩龙吗？欸，就是有珊瑚或是龙岩地的。无聊逛逛，安安，太无聊逛逛了吧？全息不一定比较好，哇，大的欸，也不能这么说欸。承接任务又出魔物，封地龙岩。等一下，我是什么？看一下哦，猎人笔记。哦，荒地。荒地，荒地，
打这只，打这只。雅思早安，搞炸搞炸！想换呐 啊！我把姐姐那个少界塔，不是少界塔，对，少界塔拔掉想杀我！跟光遇一样啊，干嘛繁星收武器啊，干嘛繁星，哎呀我气死了，繁星在干什么，全期很久的路哦，久哦。如果你没有开修改器什么的话，你全期正常来讲，2000小时跑不掉吧？知道啦，因为看到太多都是用修改器的，游玩时速不到1000小时全期的那种很多啊。我就是要断剑尾啊！你伤害好高，我也换剑，所以我才跟你讲，怎么可能？你说斩斧的伤害很低，一定有问题啊！斩斧是轮椅武器耶，拿轮椅在打耶，
我们不是朋友啊！你要开台啊！你不开台，他怎么看你玩？还是阿茄在？阿茄在不在？呼叫阿茄，我们有打手可以打黄黑龙哦，阿茄，要不要打？看一下这时间，阿茄应该在啊，不对，六日哎，应该是不在了。阿茄，不知道伤害多少，你可以装透视眼镜啊。什么工具人？陪阿茄打黄黑龙，怎么会是工具人？要克制 R12 的彗星吗？有些武器要彗星啊，不然黑龙武器都附彗星哎，所以才会用到那个啊断剑尾啊。哎嗨，这么巧。什么标志？设置引导目标。哎、欸，啊！我这套没网子，有没有看到毛吉？那个，有没有看到毛吉在那边地上那个？哎，王子呢？哒啦，道具袋，跟变排序。哦，瞄准。跑了跑了，我刚刚看了一下天空，嗯，清晨了，有毛吉了。没有隐蔽的人，对，我想啊，顺便而已啦，没事啦。叫，我叫你叫，喷火，哎，怎么不是？哈哈哈哈哈！恰贝贝啊，恰贝贝，恰贝贝。
什么跳蚤？我刚刚看成蛋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雅思，你怎么会讲这种话？不好吧，雅思？这种话不可以说啊，雅思。哎、欸，投射器，投射器。够了呗，够了呗，够了呗！要欺负我没闪光弹啊？我在装盲，哎、欸，我在控哎、欸，怎么装盲？靠腰哦、喔！就不说了。我在救人，你说我装盲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这里。帮忙丢而已，那个丢会硬直啊。我丢那个的话，他就会有多几秒钟让队友输出的机会啊。哎，体谅我可以体谅你不懂啦、啊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就好比这样，你看好，等一下哦。比如像这样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跳舞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跳舞，不动了。没有，就是魔物身上削下来的石头啊，然后丢在他们身上，可以打断他们的动作，所以。之前小薇你跟我玩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魔物准备要咬你的时候，你都间接失败还是怎样的？就是你只要就抓准时机丢下去，你就看到魔物就原地在跳舞，然后这样子让队友有输出空间。改天要穿隐身衣装在逛街了，哎呀，又出魔物，很适合你。你说这份工作吗？找萤火龙，我们一路打过去。没有，那个是有空的时候啦。像我每次，我不都拿笛子在后面跟当跟屁虫啊。然后于是我就是给他们输出啊，那我就是在旁边
吹笛子软化，吹笛子软化啊！小维，你不是要看这个吗？你在旁边不责丢就好，你们打黑龙，黑龙不会硬直啊。而且大概丢个五下六下，它就会短时间不会再硬直，所以那个也不能一直丢。抱歉了，小维，你想得很好，但游戏都知道你要做什么了。嗨，喂，嗨，感谢腿毛有保暖功能的发落。哎，你很眼熟，感觉有在哪看过你的 ID。忘记耶，最近是魔物台吧？我滴的不多，我想一下哦。绵雨、丽塔、杰音、安妮，应该是几个了。还有诺英，应该没了。哎，你看我又不小心按到了，哎，一装又提早结束了，蛮多的吧，就。比较常看的是这几个啊，啊，好，我想起来了，还有一只兔子，完了，快点，下一棒，没啊，是帮忙挂台啊，哎，就是这个兔子主播，哎，小兔子你好。真喜安安，看说吐吐到你，堂堂一只兔子贴一只猫咪惊叹号的，小兔兔安安，呀呀呀呀呀！哇！直接喷烂了，不要！哎、欸，对，今天礼拜六，哎、欸，礼拜日了吼。啊？不起来了，这人生好痛苦、喔。没有兔子的，我有啊。哎，没有，我的没有传，没有传过来。我一直是惊叹号兔兔的，还是我等一下晚点来传。原来你也没有安安，
嗨，歪女安安。我们要找一下哦。哎，没有没有 ，no， 干什么干什么？卧射预备。你看小维像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啊，射，有没有？像这样子，他会抖一下。啊，再射，有没有？这样子。你竟然说我在装莽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道歉哦，小维，没武器，没掉路，没子。很厉害，你错了。你知道你错在哪吗？啊！哎，我傻了。哎，你的命不够硬啊！完了呵呵，完了，我要下去陪你了。哎、欸，这不是皮哦，珍惜，这不是皮。蹦可没有哦，哎呦喂啊，珍惜啊，这不是皮。好吧。我喵喵58分，好，喵到几？6:03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人家喵你就喵，我换你就我喵？我没有说你喵啊。怎么会？怎么会喵？不是人家花5000点换喵，我就喵啊，对不对？我怎么会不喵的道理的喵？下面，怎么1030喵？我那次也花5000点要你喵啊，然后嘞，我有喵吗？喵。不要那么记仇，好不好？喵，伤害，对吧、啊？这只就是这样子啊，对吧、啊？这把武器就这样子玩的啊。娱乐大于实，也不是大于啦，娱乐兼实质，喵。你走龙哎、欸。人家干的那只冰咒龙啊！
摸一下。想说，哎、欸，哦，喵！想说怎么萤火龙变了？嘟嘟嘟嘟嘟，喵喵喵！啊！大剑浪人飞上不起来，喵，也有啊，那个也有大，欸，那个啥，谁啊，谁那么好，一直帮我补，也有那个啊，锤子的啊，所以当时我也很推锤子在玩魔物猎人啊，喵。上方挂台，好，珍惜，拜拜，喵。拜拜，珍惜喵。哪位少侠一直带着广域化？天哪！哦，是你哦，看到了。少侠，谢谢你的水喵。我以为你要拍，不敢拍。太刀可以当奶妈吗？不可以啊，不是哦。所谓的奶妈就是你只要广域化就可以了啊。你只要有珠子是广域化，撑到五，每个人都可以当奶妈。因为广域化五就是你喝东西，队友也会恭喜，对啊。广域化这东西就是你喝东西，队友也有共享啊。坐来跟番茄说，还是你要塞个广域化物？对，可能他觉得我在闹，但是就是他如果喝水的时间很多的话，那其实他是真的可以塞广域化，就是全程他喝水，他的队友也喝到水。喵。不是笛子才能带奶猫，没有啊，笛子是他有额外的 buff 可以上，所以笛子当然是最佳首选啊。我那时候世界就很常拿那个锤子当补师啊，能控能晕能骑乘，多棒啊！哎，走打冰咒龙。我也认真，我说没有，我知道啊，所以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打？要不要打？现在有帮手，要不要？番茄出现了，我们番茄出现了，还是你在上班？如果在上班就算了。阿茄，你在打黑龙就在了，你有没有打招呼？你老实说，有的话，你很棒。哎、欸，回个任务，觉得我会死，觉得我会嘎，只是没出声，对嘛？你看，哎、欸，兔子在吗？兔子第一声，兔子第二声，兔子。小兔兔在不在？哇，小兔兔不在是不是？完蛋！点名时间，小兔兔不在。好，
哦，突突突突，委托不是委托。没啊，这个啦，这个有惊叹号的，我好像没有传。一张。乱了，打他，打他，拿他的装打他。我想说，尾巴也太大了吧？哦，墙，冰墙，起来咯，好可爱的惊叹号，对啊，这个，这些，哎，你看到只要是兔子的贴图，都是我赖贴图的啦。还有啊，哎，真拿你没办法，你还要看吗？我还蛮喜欢这个的，这只，这只就是什么什么啊？这是他的娃娃，不能跟他抢。哦，他的金沙娃娃，这是我的金沙娃娃。晚点再来传一些啦，反正他有很多可以传，我都还没用。哎，不会看啦、啊！说什么抬头低头的，我真的不懂哎。哎，挖个矿。
好可怜哦。冰咒龙真的很好欺负哎。忘记了，走太近了，走太近了，抱歉啦，抱歉啦。刚刚我的问题，抱歉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？你们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客气了？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？我其实今天也不该该来的啦，家里其实好热啊，但是想到黑龙的东西就少了一点两点的，心情不是很美丽。40度了嘛，38度，输掉了。38 80 80，要关台去避暑了吗？不会啦，开始凉了。我刚刚想棉包哦，没事啦。我刚刚想说那个勾上去每次都被炸掉，所以只能穿不动衣装。就看到你很英勇的冲上去，哎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完了，骨头在哪边？忘光了那个。美丽雷虫，吃一下。哎，对耶，毛吉在这。哎，毛吉，晚点要再去看一下猫鸡全位置。欸，骨头在哪里？反正炸爽了，对吧？其实很少在棉爆了，后面根本没有需要啊，真是放好玩的。欸，这边骨头在哪？他刚刚好像说可以了。到手，我用。你看不到我的手哦，我是键盘，我是手把哦。利恩小朋友，我是用手把哦。另一边毛吉在钓鱼那边，骨头上面，骨头在上面，哪里？还是我先叫一只出去给你们打，我自己慢慢找。我记得位置在很北南的位置啊，怎么突然忘记了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想看桌子？那我找东西给你看。我先回去。欸，这里哪里？绿色。可是它刚刚是显示在刚刚冰咒龙死掉的地方。欸，风飘。欸。我知道这边有啊，可是会在这吗？刚刚显示古种是在那边呢。没有啊，对啊，不是这里啦。这边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大古在下面，在楼下。欸，小子，你怎么又被 ban 了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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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允许。70霸凌言论，怎么龟缸都被我找啥啊？在这里啦，哇！
大骨头。还不是最大的啦。好好，没事。谢谢。那我们再打一只休息吧。要打点什么刺激的？二楼，二楼哪？走。你当时也背好久，我只记得那个啥，那个，因为他刚刚左边有出现那个啊，古总在附近。我只记得岩浆最好找了，超好绕的。河这边没有哎、欸，他骗我。好啦，算了，我回去叫。哎，打完这个我们休息吧，感觉步区也干了。那贴图有毒？什么贴图？什么贴图有毒？哦，真的哎！右下角拼贴图，这个画很久了，这个画了有五六年了，这张五六年了。等一下，我先叫，有点像大傻。巨魔之地，哎，那我来打冰的好了。又出魔物，冰雪地带为什么不能叫？此魔又已出现，哎、欸，啊，来，你没看过那个是赖贴图的啦。那个赖贴图的，哦，伤心了，没看过，伤心了，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好啦，这只，有他小。有人偷袭啊！好熟悉的歌，很熟悉吗？很熟悉吗？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还是要另外一首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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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是有倒成功吗？你下啦，蛋你啦，靠腰啊！啊，有有有有有有！哎、欸，各位，出发了，各位，打扫没出发了啦，干超丑！出发出发出发！哎嗨，我喝的错，乐饮，好喽。那你去搜寻歌词吧，我也忘记歌词叫什么，不是相见恨晚。早知道相信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
哎、欸，这位置也跑掉了。干嘛啦？哎呦，你故意的！李安安安，我真的是梦醒十分哦！我刚才说不是梦醒十分哎，哎笑死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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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。白痴哦！想捡掉落物啊？相信我啊！我只是想捡掉落物啊！你说相见恨晚、啊？哎、欸，哦，对啊，哦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哎、欸，我怎么会想着梦醒时分说相见恨晚啊？怪了，怪了。哈哈，呜呼呼呼呼。蟑螂哎、欸。开台唱歌，不可能。那个混音装置都不见了，那回音不见就差很多了，还唱什么歌？啊呜！吃什么烟雾果实啦？哎呀，低能没水喝。哎，替换到烟雾果实啊！白痴繁星，啾！手把水换了，手把问题吼。就手把在搞哦，对，我是拿笛子哦，为什么不吹月色啊，白痴哦。
那个提示挡到我的乐谱了，哎呀，我害人死掉了。然后嘞，精灵王加护异常状态。WiFi 讯号没了，跟我家昨天一样。我家昨天 WiFi 不见欸，有网路但没 WiFi。R2三角形是哪个快捷键 ？R2三角形？哈？你是看到什么东西叫 R2三角形？音符旁边有个三角形，好 ，Ctrl 啊 ，Ctrl 左键或 Ctrl 右键吧。按那个直接吹就好了，对。我去拿一下水好了。哎，水被取代成烟果、啊哦，我去换个水。你如果真的不知道，你去那个训练场，他会教你。嘟嘟嘟嘟嘟，哎呦！感谢追水，感谢慈木的追水。是有人死掉了吗？来了来了来了，嗯，来见上帝，来见上帝了。喂，鼻子太刀吗？有机会的话。输人了，输人了，又输一个了，臭狗。这么痛哦？很痛啊，你不知道，后面很容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其实刚刚那个谁身上有带广域化，在那边双刀广域化在喝水，我想说哇，你是大圣人啊。
你们，我想说，啊，不是有人放陷阱了，还打还打还打，都放陷阱了，还打还打还打，还斗。好了，感谢今天的陪玩收看。先关了，先关了，好热好热。腐烂，对啊，我说，哇，你不是双刀吗？怎么你还塞广域化、欸？天哪！好了，回家回家。好热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提拉米苏，你们想去哪边？少在那边啊！晚点再把一些贴图丢上去啊！我本来想说，就不要再放一些补补的上去，可是，哎，太好用了。好了，等一下哦。哎，你叫啥、啊？忘记了，每次都是跟你的游戏 ID 对不上。哎，感谢小易啦，小易晚安，小易拜拜。月雪拜拜，丽恩拜拜，雪莉拜拜，旭月拜拜，小维拜拜，雅思拜拜，怡安拜拜，望月拜拜，露诺拜拜。你在你踩什么？那等一下你跑图，怕你等一下你跑图，所以你还没露手手，好吧？那现在露好不好？现在露个五分钟，我换滑鼠，换滑鼠露五分钟，可是我想尿尿哎、欸。手手，手手，露手手。爱查德拜拜，小胖拜拜，小智拜拜，莉莉拜拜。有记拜拜，有记拜拜，看一下。啊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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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。还是叫夜夜开台，我们就回去。我指甲很漂亮，哎，我是我们家小孩指甲最长的，哎，我们家小孩那种指甲，它是短到一半的那种。有考虑换整张滑鼠垫吗？有啊，但是条件是我要先换桌子啊。我其实这张桌子很小。想尿尿变漏滑鼠五分钟，漏滑鼠，漏手啦，漏滑鼠。想帮妹妹委托哪个妹妹？还有谁没打招呼？打不打？还没有谁没说拜拜到的？火鼠拜拜，啊，你火鼠死爽没？爽啦，是吗？看看哦，还有谁？不太，啾啾啾啾，嗯，现在是憋尿五分钟环节，哎，憋尿憋五分钟。还是小兔子你要开，小兔子，
看一下哦。啊，丽塔，丽塔开台，丽塔开开了吧？我们可爱的小松鼠开台，该开台了吧？哭屁呀、啊！然后跑光遇哎，哭哭哭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露诺，你还在外面吗？还是你到家了？好，准备搭车啦！五分钟，五分钟。直接点名叫人开台，对啊，还是露诺开台。嗯。你等一下要献祭，雪莉献祭，我知道啊，你们不是周日直接献祭的吗？好啦，各位准备起航啦！我在想要不要揪美女那边呢、啊？本来想说揪美女那边的，可是为什么不揪？他现在等一下我在抓肚子。他现在人没开视讯，等有开视讯再带人去看香香的。啊，先带去看会讲话的。哎，拜拜拜拜，各位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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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米沙卡，拜拜！我上班到22号，怎么看姐姐台？什么意思？好啦，先关掉啦，我要去尿尿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